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大家昨天睡得好吧？好。所谓出外靠朋友，我们这几天因缘的聚会，有非常多人的付出在其中，有我们叶总夫妇，他们弘扬文化的这一份愿心，还有所有我们居美星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事前呢点滴的准备，以至于大家吃的这些蔬菜都是很多义工啊他们辛勤的劳作，以至于大家吃的米甚至吃的麦都是各地啊爱心人士支持捐助的。所以人真正了解到缘分不容易啊，就会非常珍惜这几天的大家的切磋学习。其实刚刚正如马老师提到的，有感恩心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其实一个人时时懂得感恩，那他就是幸福的人。纵使遇到逆境，遇到一些恶缘，他都觉得呢是对方来磨练自己的，来成就自己的。就好像一切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是他人生的试金石，都在提醒他人生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那善人恶人呢，通通是他的老师。他心平气和啊，感恩所有的人。就像《弟子规》上说的，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见到善的人，我们跟他学习，纵使离他还很远，但是我们有信心啊，有为者亦若是。遇到恶人，见人恶即内省。见人恶即内省，看到恶的人呢，我们首先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像他一样错误的行为，没有了无加警，有了我们马上改过，那他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师，绝不把别人的恶、别人的过失放在心上，然后自己愤愤不平，那是最傻的人。最傻的人就是把别人的恶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那是再傻也不过的了。而更重要的，当看到恶人的时候，我们是体恤他的人生过程呢，因为没有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好的学校社会教育，才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不止包容呢，还想着怎么去利益他们，怎么去劝他们改过。这我们面对一切人都是这样的心境的时候，那时时都是处在一种豁达，处在一种包容宽恕，处在一种成就别人，其实幸福啊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而已。而时时有一个向人学习的心啊，每天生活都很快乐。就像孔老夫子在《论语》第一句话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记得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位朋友，他跟我谈的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曾经走过20几个国家地区，人生的阅历啊非常丰富，而他每一次经过这个国家地区啊，比方到了法国啊，待了1个月2个月，他就会拾起这一片土地上的泥土啊，装在一个小瓶子里面啊，写上法国啊。刚好下一个因缘呢，他到了英国住了一段时间，他也把英国的这一片泥土，这 一, 一
一片土地上的泥土啊，拾起一把，再装到另外一个瓶子。而当他在家里面呢，有时候静下心来，看到这一瓶一瓶的泥土，就会让他想起每一片土地上曾经爱护过、帮助过他的人，那种种情境呢，浮现在他的眼前。而当人时时感受到这么多人对他的爱，他就有一股啊向上提升自己，啊向上成就自己的动力，因为他不愿意这些爱护他的人、帮助他的人往后是失望的，啊他只希望他们所有对他的爱都觉得很值得，都觉得很欣慰。所以我自己在2003年9月5号，到了我们祖国大陆海南海口。到了以后呢，真的啊，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但是我其实呢，一点呢都不担心。所以人真正理得心安，道理明白了，心就很安定。人为什么会恐惧？为什么会忧虑？因为他对道理不明白，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我虽然一个人在海口，但是我们想起了孔老夫子的话，德不孤，必有邻，所以只怕自己没有德行，人家都不愿意跟我们交朋友。而且《论语》里面也告诉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希不希望自己走到哪所有的人都跟我们像兄弟一样？你们好像不大希望。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到哪呢都跟人家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希望。哇，那这个能力比他考100分还重要啊。考100分，那对他的人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正确的处事态度呢，一生受用。而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好，希望下一代的人生好，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一定要种下好的种子、好的因。所以《论语》里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能契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生境界，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境。君子敬而无私，对人非常恭敬啊，没有失礼，没有怠慢，与人相处恭敬谦让，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重点在哪？重点在恭敬的处事态度。而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所谓学贵立志，我们立定志向呢，这一生要成圣成贤。说实在的，读书的目的在为了什么？我之前去应征老师啊，写了一句呢比较感慨的话，我说现在的孩子读书志在分数，大学念的时候读书志在赚钱，这个读书的目标就是名利，名利的追逐真的能够让我们幸福吗？我们的内心充实吗？我们的内心快乐吗？而老祖宗几千年来读书是志在圣贤啊，这个目标错了，所有的努力那徒劳无功啊。圣贤两个字不是很抽象的，志在圣贤，什么时候可以做圣贤？当下可以啊。所以孔老夫子讲到，人远乎哉，我欲人失仁至矣。仁慈的
大道离我们很远吗？我真正想成为一个仁德之人，这个人心就马上就到了。就好像昨天晚上啊，我们小组之间分享，都可以感觉得到，每一个人对家庭、对父母、对社会、对民族那一份使命感，都已经全权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了。所以圣与凡之间呢，就在一念之间而已。提起这一份人心，而这个人，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就是想到自己，就能设身处地想到别人。夫子的仁爱大道，离我们不是很遥远啊，当下即是啊。而且呢，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所以有一位研究生，他学了以后啊，他也没想得很复杂，那我应该去多替人设想。在哪里呢？在举手投足当中替人设想。所以当他要进入教学大楼，他们学校啊历史比较悠久，所以那个门特别大特别重，他一打开门呢，哇，好不容易推开来了，他想到呢，后面可能会有人再来，所以他就回头看看，假如有人再来了，他刚好可以服务他一下。大家希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啊，在公共场合遇到很重的门，有人帮他开门啊？希望啊。大家希不希望我们年老的父母，当他坐公车的时候，年轻人小朋友都能主动体恤老人，给他们让座呢？这都是我们的希望啊。其实我们希望的人生啊，从我们自己先带头做起。我们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老人家走路比较蹒跚，过马路呢比较不方便，我们很自然的扶着老人过马路。其实呢，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行为多起来以后，人的善心就会被唤醒了。所以有一个在河南的一个小朋友啊，他年龄差不多五岁而已，刚好学了《弟子规》以后，说或饮食，或坐走，吃东西也好，走路，然后坐下来，都要长者先，幼者后。大家一听到先后，这个都是重点哦，这不是小事哦。先后顺序颠倒了，那就徒劳无功了，那就适得其反了。我们看到这个先后很重要，吃东西先后，就让孩子养成对父母的孝心跟恭敬心。坐下来的先后顺序，也是让孩子懂得对长者的恭敬。所以当下呢，他学的学以致用。他在坐公车的时候，突然他坐在比较后座的位置，上来了一个老人家，这小朋友一看，哎呀，老人上来了，我可以好好的例行《弟子规》，马上从椅子上面呢跳起来，说老人家你往后走，我这个位置让你坐，这声音非常清脆，传到了前面去。那诸位朋友，这个老人家有没有到后面去坐？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成人啊，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这么欢喜的让一个老人坐啊，大家的惭愧心啊都请被唤醒了。所以马上前面就有大人站起来让这个老者坐。而且呢，那一趟旅程过程当中，只要有老人上来了，都会争先恐后啊，让这个老人家坐。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孩子这么小就养成这种恭敬长者的态度，他吃亏了吗？他将形成一种长者人见人爱的好宝宝，一个好的孩子，以后是一个好的年轻人，而且他的心境是时时为着他人，为着老者着想，福田心根啊，这个孩子这一份存心已经让他的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了，而且他是修身了，他也在影响这个社会。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好，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再好好来奉献社会。当我们这二十多年来都不会想到社会，有没有突然间踏出大学校门了，马上念念都为社会着想，有没有可能啊？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当一个孩子连家里脏乱都视若无睹的时候，我们还期望他去服务社会吗？他的责任心就从家庭形成啊，时时看到父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责任心上来了。当他到学校去的时候，班级的情况、班级的卫生，他都主动的去付出，他的责任心在学校形成了。当一个学生看着自己的校园这么脏乱，通通爱理不理的，他去哪里培养责任心呢？所以教育都在眼前的生活处事当中能得到效果啊！啊，教育绝对不能只是在考试卷上啊，那标准答案会写，真正遇到实际情况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去例行啊。所以学贵例行。好，我们刚刚讲的学也贵励志，这些都是学习能不能得到受益的关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已经在利益社会，只要把德行做出来的，就在利益身边有缘的人。因为这种德行的风范会印在有缘人的心中。我自己啊，不乱丢垃圾，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自己的初中校长。有一次礼拜天，我到学校去运动，刚好看到呢，我的校长啊，蔡校长呢，他刚好在校园里面巡视，啊，他是背对着我的，他走着走着呢，很自然的弯下腰去呢，捡起地上的纸屑。他捡这个动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说，哎，后面有学生来了，做个样子给他看吧。都是出于自然的，特别感人，都是刻意做的呢，人家都感觉到，哎呀，假惺惺的，都做给我们看的，要要求我们的。所以真诚能感通。校长那一个动作呢，就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假如我要再丢纸屑的时候呢，那个影像就浮现在我的面前，可不能对不起校长的教诲。我们校长现在呢都退休以后呢，现在都在弘扬传统文化，所以这个校长呢还给我父亲交代啊，这个李旭回台湾呢要找他来见我，我们一起商量怎么在高雄市的孔庙来推展传统文化。所以你看校长给我的教诲呢，对我的人生有启发啊。之后呢，我们假如还有机会去跟着老校长来服务，那这是人生的乐事啊。就好像呢，我非常感动，我们浙江省的省长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复兴啊，而且还交代我们工商局的郑局长要来在几年五年之内呢，能够让这些中小型企业家都能接受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啊，这个是德政啊。而这样推展下去，真的利益了企业家，也利益了无数的家庭啊。而且我们郑局长呢，那是请出了他初中的老师出来
啊，师生一起合作啊，这是真的是人生很美好的事情。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个五岁的孩子，他那一个清脆的声音跟那个动作，印在了所有车上的人的心目当中。而当这一些人下一次在坐在公车当中啊，突然看到老人上来哈，本来不想站起来，突然想起了那个小朋友，他就哎呀，应该起来，应该起来。哦，所以这个就是在治国平天下。只要我们真正把这些德行做出来，我们在利益社会，人人时时行为示范，那他的福分呢，那一定会越来越大。哦，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当下都可以去例行圣贤教诲。哦，这一个朋友，哎，他打开教学大楼的门啊，看看后面有没有同学来了，有没有老师来了。哦，恭恭敬敬的，来，同学您先请，啊，老师你先请。啊，所有走过去的人，啊，本来一般大学第一节课吼，都还有一点睡眼朦胧，啊，结果要去上第一节课呢，受到这样的礼遇啊，大家精神一振，哎，谢谢你，谢谢你。结果有一天呢，他刚好走在校园里，突然下起雨来，啊，他正想着呢要跑去躲雨啊，没走几步啊，突然有一个人拿着个伞啊过来帮他撑伞。他一看看那个人，哎，有点惊讶，因为他不认识他。对方看到他的表情啊，了解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好，因为呢，在某一天呢，啊，我要去上课的时候，就是你帮我开门的，所以我对你印象很深。”很可能我们帮助过的人呢，啊，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呢，却留在他们的心中。啊，这一份善缘呢，在我们人生往后的岁月当中呢，都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哦，所以人要广结善缘。哦，而刚刚提到我这一个朋友，啊，他时时都想着要去感恩所有曾经替他付出的人。所以我也想到呢，啊，自己在海口呢，啊，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这一片土地上各行各业的付出，啊，以至于我不熟悉这些事情，也是当地很多的朋友啊一点一滴的帮助。啊，我记得刚开始要推展的时候，是在我们今天下午啊，李月老师，啊，今天下午的课呢是礼在生活关系当中的应用，啊，这个李月老师他本来开了一家艺术学校，啊，是开古筝的艺术学校，啊，是他先收留我到他们学校去讲课，啊，假如没有他收留我呢，我要卷起铺盖啊就要回家去了，啊，所以真的是出外靠朋友啊，没有这些人的信任支持，我们不可能能有所发展的。啊，结果刚到他的学校去讲传统文化，也一般的人啊也比较少了解。啊，结果我记得刚开始呢只有十来个人啊来听课。啊，其实虽然哦人呢，啊，不要有得失心。啊，得失心太重哦很难人生快乐，要患得患失。好，大家看得出来我得失心很重吗？有哦，那我就白学了。啊，哦，没有是吧？我以前得失心非常重，你们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哦，因为我很瘦，人患得患失哈，连吃都吃不饱，吃都吃不下，吸收也有限。啊，所以我很容易紧张啊。大学联考的时候，我的姑姑啊，因为我的姑丈啊，他是在医院服务，所以姑姑知道我要考试又会紧张了，啊，拿了
最新的镇定剂给我吃，都，而且还不止拿一颗，还拿两颗，这个叫以备不时之需，凡事预则立，都准备好了。结果第一天考试呢，11点多我还是睡不着。其实一个人呢，在面对重要的事情，都要平常心对待，那个才会保持水平。一紧张了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表现，所以十一点的时候我就吃了第一颗了。结果呢，辗转反侧都快1点了，还是睡不着。第二颗吃下去了，还是一夜未眠，都没睡觉。然后家里的人看我这么紧张啊，全家总动员陪我去考试啊，所以两个姐姐、爸爸妈妈啊，刚好5个人坐一台车啊，就开到考场去了。还没考试啊，这个同学的父母啊见到我，同学的母亲呢见到我们一家人来了，然后这个同学的妈妈就说了：“哎呀，你们两个真好啊！”他对我两个姐姐说：“哎，你们两个真好啊，还陪哥哥来考试。”所以大家都看得出来，我在高中3年级长得就非常苍老，这个叫忧人使人老。哎，然后其实忧都没有用的，对人对己都没用，然后自己忧虑的让全家人陪着你忧虑，真是造孽。结果进了考场，刚开始写考卷呢，写着写着突然感觉到，哎呀，镇定剂真有效，终于起作用了，所以我那个语文呢不及格。结果后来我参加这些教师的考试啊，哎，得失心放下来了，表现很平稳啊，之后考试啊都很平顺了，所以刚刚提到呢，这个得失心要放下。虽然是这么说啊，功夫还没有到位，所以那个时候呢，在海口教学的时候，看到呢才10来个人来啊，每一个人来啊，像发现宝藏一样，赶快跑到门口，哎呀，谢谢支持哈，赶快下来倒茶给他喝，不然今天都没人来，自己就唱不下戏去了。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太太70来岁，她来了，然后就坐在那里听了2个小时，而且这个老人家呢都一直保持笑容呢看着我，所以越讲越有灵感，所以后来2个小时讲完了呢，很激动要去感谢这个老人家，就马上呢下去呢陪着老人呢缓缓的往门口走，就跟他聊了几句。结果我跟他讲了几句话呢，我看他都没反应，我就有点惊讶，怎么老人家都没反应？旁边的朋友就说了，他听不懂普通话。哦，你看哦，一个老者听不懂普通话，他在下面对你笑2个小时，就为了支持你。因为这些老人呢，他一向，哎呦，这个人是来讲孝道，来讲伦理道德，他听不懂，他也要坐在那里支持。所以我们的一点一滴的成长啊，是无数人的信任支持成就的，怎么会骄傲自满呢？感恩感谢都来不及了。所以那个静雅家老师有一次讲到了，说我这个歌唱的好，那是老师教的，说长得还不错呢，那是父母生的，什么也都是别人帮助的，那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哎，其实很有道理的。今天假如没有父母的养育，我们怎么可能长这么大？没有父母的教育，跟老师，跟很多长者的教诲，那我们怎么可能懂得这些做人的道理？所以心怀感恩啊，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大众，感恩国家。所以我们在整个推展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国家的护佑。我记得我们刚到海口的时候，整个中央特别重视
改善青少年道德教育，后来推展和谐社会，推展八荣八耻，到十七大要共建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由于这些很正确的理念，我们可以上下一心啊，在这个大时代当中把传统文化给复兴起来。而复兴文化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们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还要从我们眼前的这一步踏起，还要从我们自己的力行先做出来。所以刚刚讲到的读书自在圣贤，圣贤不是很遥远的，圣贤就在一言一行为别人着想，圣贤就在呢扮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他是个好孩子，他是个好父亲，他是个好丈夫、好太太、好媳妇，他是个好领导，他扮演每一个角色都能够依照道德去做。他不是三十年之后成圣贤，他当下的行为就是圣贤的行为了。而这个社会呢，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榜样的力量。而这个榜样，它不一定要有种种外在的条件。很可能我们想我要利益社会，我要很高的学历，我要很多的财富，其实不然，真诚心、仁爱心就可以利益了。我记得在前两年看到一则报道非常感动，有一位老先生呢叫白方礼，他在75岁的时候刚好回了一趟家乡，他是河北人，那他住在天津，那回到自己的老家呢，刚好看到有很多的孩子在那里嬉戏，他就很纳闷了，现在应该是读书的时候，这些孩子怎么没到学校去呢？旁边的邻居就说了，这些孩子家里没钱所以呢他们交不起学费，现在辍学。而老人家因为一生呢没有读过书，深受呢这个没有文化的这种痛苦困扰，所以都希望呢别人能识字，能多读点书。这个真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自己想有文化也希望别人有文化所以当天回到家里他辗转反侧，因为只要脑海里浮现这些孩子没有读书的影像，他就非常难过。结果呢隔天一大早他把他的孩子召集，宣布了一件事情，我要把我一生5000块钱的这个是20多年前的事了，5000块钱的所有的积蓄我要捐出来让这些孩子读书。这些家人呢很非常的惊讶，然后对着父亲讲，父亲这可是你养老的钱你不要这么冲动。老人家说，这是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决定，你们别管。不止他要捐这5000块钱，而且他还下了一个决定，从此重操旧业，自己去踩三轮车，要把赚来的钱通通去帮助孩子教育。哇，他的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爸爸你是不是疯了，怎么这么做呢？结果呢老人家就拿着5000块回到故乡要捐给这些学校，那学校不敢收这都是他的养老金到最后在老人家的坚持之下没办法才收下来。老人家这么一踩，重新再踩脚踏车一踩就踩了15年左右的岁月估计他所踩过的脚踏车的距离呢
绕了整个地球赤道绕了18圈，很多刮风下雨的天气他都出去，而且很多中餐晚餐呢，他都是咬着馒头配着白开水就这样过了，常常已经发烧了还在那里踩着三轮车，流着汗水，从发烧到退烧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有一次半夜找不到他人，家里人都急了，到车站到火车站去找，找了一夜没找到，隔天凌晨呢，看着老人呢踩脚踏车回来了，家里的人说你昨天晚上去哪了，老人家笑笑说，昨天晚上啊接到一个比较远的客人，所以今天早上才踩回来。那孩子说你这样劳累你不要命了，老人家还是笑一笑就进家里面去了。而很多学校接受老人的资助啊非常感恩，在表扬这些善心人士的时候呢会邀请老人去，而常常老人一出现的时候，全场的师生都会很反应都会非常的强烈，因为这些善心人士呢大部分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都是很有事业的人，而当老人一进去呢穿着一个军大衣，衣服都是非常朴素，甚至都是缝缝补补的，师生一开始一看惊了一下，接着都是非常热烈的掌声。而当很多学生接受老人家的讲学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老人家跟他握手的时候，感觉到老人家的手非常的粗糙，他的辛勤付出啊才能够来资助我们。所以老人家曾经资助过300多个大学生，记者去研究啊，这些大学生出社会以后没有一个人不做社会公益的事情，因为老人家这一份为了教育为了下一代的精神深深印在他们的心中，所以这个叫精神长存啊。其实一个人人生的价值在他离开的时候是看得到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仁以至于这一生曾经接触过我们的亲朋好友都缅怀我们的德行，都缅怀我们对他们的恩德，缅怀对他们的付出，我们这一生啊有意义了，而且精神可以长存。但是假如我们离开的时候呢，反而很多人都很高兴，那很可能是我们当下做人啊需要调整了。所以范文天祥先生的那一句名言，每一个人都做得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只照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也让父母他人生的历史感受得到，我这一生养了这个孩子，养了这个儿子，养了这个女儿，真是太值得，太欣慰了。能让我们的孩子在他成人以后，接触大众以后，他深刻感觉到，我的父母啊，教给我这些伦理道德教育，让我的人生德行根基扎得很牢，让我的人生立于不败之地。哎呀，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我父母这么好的教育，好让我们的另外一半感觉得到，这一生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找了我们这么好的伴侣，让他的人生让他的家庭有这么好的发展，以至于让我们的员工感觉到这一生能跟到我们这样的领导真是莫大的幸事，也让我们的领导感觉到有我们这样的下属这样的同仁啊，让他做什么事都非常放心，这一份忠肝义胆留在我们领导的心中。
所以圣哲人的精神教诲都能够落实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好，那我们现在很冷静的来看现在的社会需要哪一些榜样。家庭呢，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家庭能安定了，这个社会就安定了。而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夫妇关系。好，我们昨天提到夫妇对于整个家庭以至于社会五伦关系是核心的影响，而我们今天要谈百善孝为先，而这个孝要让父母安心放心，能不能感到光荣啊，这是更高的目标，但最起码要让父母不担心我们的学业，不担心我们的事业，不担心我们的夫妇相处，我们的小孩教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夫妇要处好，君臣关系要处好，父子关系要处好，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教好，父母就不用为了孙子再操心再着急了。好，那首先我们这个夫妇啊要能和睦相处。好，那夫妇如何和睦相处，其实还是在我们这一颗心境上。大家有没有遇过啊，自己曾经跟自己生气，气到用手去打这个墙壁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没有，没有啊，气自己，我自己就打过了。哎，怎么我这做什么事怎么都重蹈覆辙，一错再错，哎，很生气自己啊。所以首先要跟自己和谐，要信任自己，再来信任另外一半啊，感恩另一半。经典当中说啊，和两性之好，我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就知道遗传的重要，近亲不可以结婚，很多这些不好的遗传因子啊，太近的一起结婚就会可能就会遗传出来了啊，叫和两性同性不结婚。上以事中庙，下以祭后事。我们从这个婚姻的意义当中体会得到，婚姻是承传，这个宗庙就是祖宗，承传祖宗好的家道、好的家业、好的家学家规承传下来，因为走入婚姻以后啊，这个家族延续啊就交到我们手上来了。所以上以事宗庙，好，在经营家庭当中呢，时时都想着父母，想着上一代，想着祖宗，这个就是老的意义。好，下以继后事，结婚了组织家庭呢，希望把这个家庭经营好，希望把下一代教得比自己更好，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念念为下一代着想啊，这叫继后事。所以其实结婚呢，对家来讲是承先启后，对民族来讲也是承先启后。而下一代是指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所以是祖宗跟后代子孙合成一体，不可分，这个就是一个孝字，合成一体的孝字呢，是会意字。那透过这个字呢，让我们了解人生的道理。你看老跟子不分，
上一代时时想着要把下一代教育好，下一代背着老子时时想着我要报答父母的恩情。所以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都在体现孝带孝道，都在体现一份责任所以夫妇要相处呢，这个首先呢，不忘我们走入婚姻的这一份初心不管是对父母的这一份心，还是对另外一半的这一份心，还是对下一代子女的这一份心。所以婚姻一开始啊，第一件事呢，早上是祭拜天地。婚姻不是儿戏啊，会影响整个社会。婚姻经营得好，孩子都很人格健康，这个社会安定。婚姻经营不好，离婚率很高，孩子没有得到好的教育，这社会会乱。所以一来呢是拜天地。而当新郎要出去迎娶以前呢，父亲啊会敬儿子一杯酒。那我自己想到这个情境我们对父亲啊都非常尊重都是我们服务父亲啊，都是给父亲敬酒假如今天父亲说来儿子爸爸敬你一杯我想我可能会从椅子上面掉下来很不习惯但是那一天不一样是父亲代表祖宗呢敬儿子儿子你今天要走入人生另外一个里程碑了这个家道这个家庭呢就交给你了所以代表祖宗啊敬儿子所以这个新郎呢他在迎娶的过程当中父亲敬他酒的那个景象呢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感觉到的婚姻就是一份责任的承担然后到了新娘家里也是岳父岳母亲自出来迎接把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女儿交到新郎的手上那是两个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那是太太对我们一生的信任都要深深记在心上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岳父岳母也对得起另外一半对我们的信任而这个新娘啊坐上花轿或者坐上花车好像有一个礼俗啊是要把一把扇子从窗口扔出去大家已经结婚的女士有没有扔过这把扇子啊还没有扔是吧好从今天开始扔好为什么要扔这把扇子呢因为啊在家里呢在父母很疼爱可能比较养尊处优呢过着是大小姐的日子所以都拿着扇子哎呀热死了赶快开冷气吧这生活都比较优厚的可是嫁为人妇了要扛起跟先生一起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这些享受这些比较不好的习惯就透过这个扇子呢一起都把它扔出去了而在这个到夫家以前呢那种心情啊就好像诗经里面的一首诗诗经上说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这个桃树啊长得很茂盛它的叶子长得很快速没几天呢、那个就非常翠绿以至于呢开花结果都是很快速兴旺起来茂盛起来所以这个新娘在到夫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看到了这个桃树就期许自己呢我嫁过去以后一定让这个家族呢很快兴盛起来这个也是一个太太他对家庭的一份
心境。只要能保持这一份心境，很多的挑战困难都能突破。因为我们走入婚姻不是来看对方不顺眼的，不是来抱怨，不是来生气的，我们是来彼此成就，我们是来成就下一代。这个为大局着想的心一提起来，很多困难就突破了，往往都是心境转不过来卡住了。有没有哪一个太太出嫁的时候坐在花轿上，坐在花车上，然后心里一想，好啊，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我非搞得他个鸡犬不宁不可。有没有人是这样嫁的？我相信没有人这么干的。而到了夫家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公公婆婆站在呢客人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夫妻两个人呢从主人的这个东道主从那个主人的台阶走上来，就是今天以后呢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了。然后进门呢喝交杯酒，而这个交杯酒呢是一个葫芦瓜呢劈成两半，本来是一个瓜呢劈成两半，合起来就是一个瓜了。瓜是肉是苦的，盛的酒是甜的，所以代表这一杯酒喝下去以后呢，夫妻怎么样？同甘共苦，因为是同一个葫芦瓜，所以是一体，不分彼此，从此不计较了。好，有这样的心境啊，那这个家庭一定是幸福的。所以不分彼此很重要，不然呢分了彼此啊心就不平了。哦，给你爸就500，给我爸就400，这么不公平。然后连那个称呼你爸你妈，我爸我妈，分那么清楚。所以有时候连称呼都会让人家不舒服，所以要改，要改成咱爸咱妈，听了都舒服。所以既然不分彼此了，就能保持那一份呢念念为对方着想的心。其实人与人相处啊只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叫恶性循环，一种叫良性循环。就像昨天我们讲到的，各相责啊，天翻地覆，你骂我，我骂你，恶性循环，跳都跳不出来，都不知道明天怎么过，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都怕去面对人，因为一见面呢，本来想好好沟通呢，结果还是大骂一场，扶不住自己的情绪，所以修养自己很重要啊。如何把它导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循环上面这个非常重要，就从心境转起所以有一位女士她还没有接触传统文化以前自己的心境呢就常常呢看先生不顺眼。其实夫妻相处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这个不看不是不知道他的缺点，是知道他的缺点的，但是不放在心上，只想着如何帮他改过，如何帮他提升，而不是放在心上每天戴着有色眼镜骂他批评他，那谁也受不了。假如有人戴着有色眼镜常常就盯着你的缺点看，我们自己舒不舒服啊？那铁定不舒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啊，现在很忌讳的，太太常拿先生跟别人的先生比，先生常拿太太跟别人的太太比。
大家希不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拿自己去跟别人比？你们都有口难言的，这都不希望嘛。那己所不欲，当然勿施于人了。我曾经听一些长者说，哎呀，我那个女儿啊，脾气大得不得了，赶快把她嫁出去吧。我听了以后呢，跟他们交流，我说养女儿要有职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嫁出去的让人鸡犬不宁，这样不行。所以有道德的父母养女儿、养孩子、养儿子，一定是把他养得懂事了再去成家。自己已经够苦的了，还让别人苦，这样不厚道。但是人要厚道哦，真的不容易。怎么说呢？这有两个老人家在那里叹气呀、哎呀，我那个媳妇啊，都不为我们家着想，有什么好的东西呀、竟往她娘家拿。哎呀，我真是太苦太苦了。旁边这个老人说了，哎呀，老朋友啊，你真是可怜啊，这媳妇怎么这样子做呢？他叹完气以后说，哎，那你最近怎么样？哎呀，最近还可以。哎，为什么还可以呢？因为呢，我那女儿啊，常常呢给我拿东西回来。自己不能接受，但是别人给我好处就拿。所以这个己所不欲是功夫了。所以刚刚提到，我们不希望别人盯着我们的缺点，希望别人肯定我们、信任我们，那我们也用这样的心去对待别人。有一次在珠海，我们讲到呢，夫妻白头偕老的这一句箴言，只看对方优点，不看对方缺点。我这句话才讲完呢、有一个女士坐在第一排，很激动，举起手来说了一句话，她说没有优点。这个全场呢都为之震撼。然后呢，当下呢，我就拿着麦克风呢走到他的面前，我说，这一位朋友，我实在太佩服你了，你的先生没有优点你还敢嫁给他，真勇敢。所以人你看结婚以前恋爱的时候呢，都看他的优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然后心里都想着，哎，他需要什么，绞尽脑汁都为他好。所以有时候上班都上不下去了，哎呀，五点怎么还没到啊，我要带他去吃好吃的，带他去玩好玩的，都在那里迫不及待赶快去约会。所以那个乐在处处替对方着想。等结婚了，结婚典礼结婚典礼办了，那个结婚证书一盖，啪，好啊，终于到手了，心境不一样了。结婚以前都是我能为对方做什么，都是欣赏对方的优点，这个缸这个章盖下去，化学变化了，心念变成他应该替我做什么，从我能为他做什么变成他应该为我做什么，从欣赏他的优点变挑剔他的缺点。所以诸位朋友，苦跟乐啊，不是外面造成，是我们的心造成。所以有一个人刚好遇到了个小天使，这个小天使呢跟他有缘啊，对他说，哎，我可以带你去看天堂跟地狱。那你想先看天堂还是地狱？他说，那先看好不好的吧，先带我到地狱去。结果到了地狱呢，刚好吃饭时间，正要用餐，看到一排长长的桌子，那人呢坐在两侧，菜桌上的菜还不少，但是呢筷子呢有一公尺长，
结果突然听到开动，所有的人呢都像饿死鬼一样，拿起筷子一夹就拼命要往自己的嘴巴送，但是因为筷子太长还没夹到嘴里啊，在中途就打架了，筷子跟筷子碰在一起啊，菜都掉在地上。结果呢他们脾气都很大，都互相谩骂，都是你害我吃不到的。结果骂到最后呢，饭也没吃成，乌烟瘴气。这个朋友一看，哎呀，这个太苦了，我看不下去了，你赶快带我去看看天堂吧。这小天使呢把他带到天堂去，也是用餐时间。结果让他很惊讶的，桌子还是那一排长桌子，筷子还是一公尺长，他就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样？突然一喊开动，所有在天堂的人呢，一夹起菜来，都是往对面的人的嘴巴送，来来来，吃一口，这个也不错。有一个人人际关系不错，一下子三双筷子到他的嘴里来了。所以呢，地狱有饿死的，天堂都是撑死的、噎死的。所以确实啊，苦乐在我们的心的念头上。所以这个太太呢，她就讲到了，说我又工作啊，然后又带孩子，我已经是很付出了。她在抱怨她的先生呢，说赚钱也没赚得人家多，学历也没人家高，而且你看我这么付出，我已经够贤妻良母的了。好，诸位朋友，当有一个人说他够贤妻良母，您觉得他是不是贤妻良母？大家很冷静哦，这个是判断理由。假如有一个人他说，我跟你说我很孝顺啊，我爸爸能生到我是他们烧了八辈子的好香啊，你看他是不是孝子？他铁定不是孝子。孝子心中时时为父母着想，生怕自己做得不够，所以真正的孝子，你一说他是孝子，他诚惶诚恐，他说我哪有，我做的微不足道啊，这都应该的啊。你看到有道义的夫妻，你假如去说，哇，你这个好太太啊，你先生真有福气。他说没有没有，我做的不够，我先生做得好，他对家庭很有责任。然后你去找他的先生，你这个家庭经营的好，孩子教的好。他说没有没有，是我太太相夫教子，都是他的功劳。道义的人生态度，都觉得应该做的，他不会放在心上的。会在那里表扬自己，哎呀，我都有道义的，那个都有待商榷。所以其实人难进步，难在哪？难在念头错了，自己不知道。所以禅宗啊，有一则公案说的，不是刚好呢，这个风啊吹着旗子。有一个人说风动，另外一个人说不是，是幡动。结果六祖大师说，仁者是你们的心动。我们往往都会把责任推到人上，推到这些事物当中，其实往往根源都是我们的心先动了。所以因为我们计较的心动了，我们道义的心啊没提起来，就开始在那里计较了。现在计较到什么程度了？计较到还没有结婚呢，就要先想着离婚以后财产怎么分。诸位朋友，假如一个人还没结婚就想离婚，你看他能不离婚吗？夫妻经营最重要的这一份道义，这一份
不怕艰苦、共同扶持的存心。因为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不大一样，要能够互相成就、互相包容，慢慢的思想观念就能够合起来，能够两人同心啊，其利断金。所以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都要包容，都要多宽恕。假如想着我不高兴了我就跟你离婚了，那很难维持这个婚姻的。所以当这一位女士讲到我已经够贤妻良母，其实已经在彼此的付出当中升起的这种计较了。结果后来她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她的心境慢慢转变了。她提到呢，其中有一件事情她特别心里难受。她说我先生结婚以后对我就没有像恋爱那个时候这么样的你侬我侬。但是我们想想其实人生的苦都苦在哪？求不得，心里有求了，求不到就痛苦。但是人生他的际遇一直在变化呢。先生在跟你谈恋爱是一个情况结了婚以后有孩子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假如他结了婚有孩子的，还像以前一样每天带着你去喝咖啡，那这个家怎么办他得扛起家庭的责任他得要去孝顺两边的父母家族的需要，他都应该懂得，应该主动去付出去承担，他怎么可能像恋爱前那个样子呢？所以能够感同身受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他转变心念呢，开始看先生优点，开始体恤先生的不容易，开始体恤先生的需要。结果很有意思呢，他提到一件事，他说以前还没学以前呢，这个先生一走进家门呢，鞋子一脱，因为脚有脚气比较臭，所以他先生一进门他马上捏着鼻子，哎呀臭死了臭死了，就赶快走了。但现在心境不一样了，了解到呢先生这个脚气一定很难受，他就主动的打了水，热水，先生一进门呢就先让他泡泡脚洗洗脚。我相信这个先生一定会很感动，而且呢还买了一些特别透气的袜子来给先生穿。所以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先生的脚气病就好了。所以大家昨天已经了解到有一种牌子的衣服是冬暖夏凉叫孝心牌，还有一种牌子的东西呢专门治脚气病，就是太太的爱心。结果后来当然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那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自己来讲，自己要改掉习惯坏习惯的，那也是进进退退，正常。相同的，要利益身边的人，他也是进进退退的。所以呢，要成就别人呢，心态非常重要。不然呢，心态不对的，弄巧成拙。这个心态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面对自己的坏习惯很严格，不苟且，当下要改。面对别人的缺点呢，多宽恕一点，这叫人情世故不近人情很多事情就不会有好的发展。所以我记得很多朋友在听传统文化课一下课呢会跑到前面呢跟讲课的老师说，哎呀刚刚这一节课我的先生最需要听，哎呀真后悔没把他拉来。有的人就说我太太最需要听，都是讲他的下一次怎么样
九牛二虎之力都要把他带来，哦，或者说啊，这个我儿子最需要听，哎，你们什么时候有大学生的课？哦，所以几天听下来啊，谁都需要听，就一个人不需要听，哦，就自己不需要听。所以当我们学了都去要求别人，谁能服气呀？所以孔夫子讲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我们自己先做了，不要求人了，人家看得生感动生惭愧，自己就改了。可是我们还没做好就去要求他，他心里不服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教育最重要的身教，不是言教。讲得越有口才，人家一看讲跟做差那么多，心里面都排斥，都对立，都不能接受我们讲的话。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知所先后啊，一定是正己为先，化人自然在后啊。这个先后一颠倒了，适得其反。所以假如大家学了以后回去啊，一进门对着先生对着太太桌子一拍，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到居美星培训四天中国文化，以后教育孩子都得听我的。哦，假如大家回去这么一讲哦，那以后不敢到大家的故乡去讲课，因为假如去了之后会有一个男人气冲冲的跑过来，你是不是蔡老师？哦，我一看哦，这个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马上说不是，我是他弟弟。哦，然后呢，这个就不要鼓掌了。然后他一想，不对，我太太在看碟的时候说蔡老师只有两个姐姐没有弟弟，我是他堂弟。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家里的人都有怨啊，不能接受的。所以有一个太太呢，她很懂得人情事理啊，她回去没有要求先生，没有要求家里人，好好的自己先做，先教孩子。结果她的孩子有一天到爷爷房间去啊，爷爷啊，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哦，他爷爷呢很惊讶，哇，这个小孙子以前到我的房间如入无人之境，怎么今天还会问我可不可以先看一下？很惊讶。孙子啊，哎呦，最近懂礼貌了，谁教你的？妈妈教我《弟子规》。哦，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哦，那个小朋友很单纯，哎呦，我不要做小偷，啊，他就懂得先问。哇，这个爷爷一听高兴啊，哎呀，这个媳妇这么懂得教育孩子，啊，马上呢去交代儿子，你以后要好好配合媳妇教孙子。哦，你看这个话，假如是太太直接跟先生讲，你要配合我。那先生不高兴了，而这个是公公去传的话，哎，先生也很欣慰哦。你看，连爸爸妈妈都很认同太太，认同教育，哦，所以我们人生啊，要求个水到渠成，最好的方法从自己改啊，整个身边的慢慢良性循环呢，就转动起来了。哦，所以这个太太在跟他先生呢，引导他学习传统文化过程是有起伏的。他就说到呢，有一次他先生要出去打麻将，啊，那有时候都打得三更半夜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就劝了，劝不动，就使个眼色啊，叫他儿子去劝，啊，然后呢，他儿子拉着父亲，爸，你别去啦。到最后母子俩也没办法，太太脾气受不了了，就说了，打麻将打得六亲不认，不管你了，出去吧。
这个先生一听就不要你管，啪门一关就走了。结果当天晚上呢，三更半夜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太太越想越气，我都是为你好，既然这么不领情。不过说实在的，越想越怎么样，不气不气，气了没人替，气死了没人替。你生气对自己没有用啊。所以能够扶住情绪的人呢，才能够扭转乾坤呢。所以继续想呢，痛苦的半死。突然他想到了一句话，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话呢，我们夫妻相处啊，这几个重点啊，行有不得，什么事情不如意了，首先呢，反求于自己，是不是我哪些还做得不好的地方。而这一句话的来源是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其中有一个礼仪，射箭的礼仪。夫子在《中庸》讲到啊，射箭跟君子之道是相近的。当一个人射箭的时候，箭一发出去了，没有射到目标，失诸正骨，这目标没射到了，马上下一个念头是什么？诸位朋友，当你射箭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在打球的时候，这一投空心球，没投进，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旁边这么多人在看，我的面子往哪搁？马上接着说，我昨天三点在睡，今天精神比较不好，我平常的水平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往往下一个念头都是先找借口了。那个箭没有射好，这一支箭是南京生产的，品质不好，害我的水准都发挥不出来。所以人不能形成这个惯性啊，一出状况呢，首先都是找理由找借口，这个特别会让人瞧不起。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我在教小学那几年，自己德行啊也不够，也会很多有一些事处理不对了，当下觉得呢怕自己没面子就开始找借口，讲了一堆理由。我就看着那学生慢慢的那个表情就是听不下去的样子，然后呢头低下来都不愿意看我。我心里就越解释越发慌。可是假如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连借口都没想，马上跟学生说这件事情老师做错了，对不起。我给学生鞠一个躬啊，当我抬起头来看到学生的眼睛发亮啊，对我更尊重。所以我们往往啊，没不能理解到人心的状况，找借口呢，自欺欺人；勇于承认错误呢，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跟尊重。所以当下这个太太想，先生为什么这么喜欢出去玩乐打麻将？那很可能是呢，家庭呢，没有让他感觉很温暖，想回家。所以他自己这么一反省，这么一思考，慢慢的这个情绪啊就下来了。所以呢打个电话给他先生呢，说先生啊，你身体要注意啊，可别打得太晚了，伤了身体了。回来呢我帮你泡泡脚，煮碗面给你吃。这个太先生一接这个电话呢，不好意思了，赶快就回来了。当然也有反复啦，有时候呢就比较早回来，有时候又把持不住又比较晚回来。
这样相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又特别晚回来，半夜都两三点才回来，结果看到先生呢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啪就躺在床上啊，好像快喘不过气来了啊。结果呢他端了热水啊，还是帮他先生洗泡一下脚，精神比较好。可是在那个当下呢，他就体会到他先生非常的疲累，他就有点不忍心哦，那自己没有什么情绪，但是这一份感觉到先生身体的难受啊，他自己就掉了泪。他说啊，都是我做的不好啊，你看你都不想回家呢，打麻将累成这个样子啊。他边说就边流泪啊。那个先生已经有点内疚了哈，马上就床上跳起来了，说没有没有，是我做的不好啊，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怎么这么多男士在笑呢？从那一次以后啊，他先生就没打麻将了，而且那一次是真诚感动啊，他先生往后呢局面不一样了，变成呢他先生主动帮他洗脚，哎呀我也应该帮你服务服务了，帮他泡脚啊，还帮他按摩啊，结果这个男人的手比较重，按得痛得半死，他还说哦好可以。这个是为了成全他先生这一份情谊啊。所以我们看得到呢，不忘初心啊，正己化人啊，同时行反求诸己啊，而且常常呢能够体恤他人啊，这个夫妻啊就能处得好了。我记得曾经啊看到一则报道，里面提到呢，有一个90岁的老爷爷，他已经结婚60多年了，他的晚辈啊都很佩服他，因为60多年来他们夫妻没有红过脸，没吵过架，所以晚辈向他取经啊，说老人家你是怎么跟太太相处的，怎么这么和乐？结果他就说了，我们两个结婚以前啊有一个约定，就是啊谁发脾气了，另外一个人马上先出去散散步啊，因为一个巴掌啊拍不响，另外一个保持冷静啊就吵不起来了啊，大家彼此为了夫妻和乐，为了这个家啊，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这个是有责任心啊谨慎的家长啊，约好了啊。接着呢这个老先生呢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说道啊，这60多年来啊都是我先出去的啊。哦，所以你看夫妻相处啊，懂得礼让、忍让、谦让，都能忍住自己的脾气啊，想到彼此这一个情谊。好，而我们想想呢，当这个老先生这个丈夫每一次另一半有情绪的，他首先不是发脾气，都是先想着彼此的那个诺言，想着家庭的和乐。当这个先生一走出去的时候，太太站在那里啊，惭愧啊，感动啊，感动先生有这样的修养。所以等10几分钟呢，先生一回来，这个太太马上呢端杯热茶过来了，啊，来来来，喝杯热茶。啊，这个时候先生应该怎么做啊？啊，先生，假如这个当下，你看又是你先发脾气了吧？啊，那你那杯茶就喝不成了，啪就到你脸上去了。所以人要厚道，
要给人留面子，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仁和就从这个厚道的心来了。这个时候呢，太太把茶端过来了，马上说，哎呀，好久没到你爸爸妈妈那里去坐一坐了，今天下午去好不好啊？太太更佩服先生了，好好好啊，对啊，好久没买些菜啊，提回去给爸爸妈妈了。啊，总要让人有台阶下，感到温暖啊。所以不止夫妻如此，啊，今天父母跟我们之间有一些冲突了，啊，父母有错怪我们的时候，我们呢也不能跟父母计较。他错怪我们了，我们都包容，啊，多骂了没关系。等父母冷静下来，他也会觉得，啊，骂孩子骂得过分了，就会主动的再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喝喝茶。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挑衅，爸，你都是你乱骂我的，那这么一讲呢，那爸爸又不舒服了。都能包容下来，体恤下来。好，啊，这个是懂得忍让，啊，而夫妻呢也要互相尊重，啊，礼让，啊，往往吵架都是小地方不尊重啊，日积月累，这个火气火山就爆发了，啊，还有谦让，啊，尊重对方的家人，啊，不要去批评对方的家人，这个太难受了，就受不了了，啊，要谦卑。再来呢，时时怀着感恩的心啊，对待彼此。在回教啊，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的太太很凶，啊，常常啊都骂他，不给他面子，他就很难受，希望去找一个先知，啊，很有学问的人啊，帮他解解问题。结果他就真的找上了这个先知啊的家里面，结果还没进他们家，在外面听到呢，这个先知的太太在骂他，骂得比他太太还凶。他说，我今天是来给他讨教的，怎么他比我还惨？哦，等这个骂完以后啊，他就进去找这个先知了，说，哎呀，我很失望啊，本来是要让你跟你讨教呢，怎么折服我的太太，我看你比我还惨啊。这个先知啊就对他说了，说其实我太太对我凶的时候啊，我也很想给他骂回去，可是我一想到啊，这个太太呢这么信任我，把一辈子呢嫁给我，啊，付托给我，而且呢还帮我传宗接代，那个怀胎十月这么辛苦，哦，那个生孩子是过鬼门关啊，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汗，然后孩子3岁以前呢，啊，没什么生活能力，一把屎一把尿呢都是他在付出，哦，我这个晚上呢都还睡个安稳觉，那孩子在襁褓当中他一个晚上不知道起来多少次，你看现在孩子都10多岁了，在读小学读初中这个过程当中，种种的事情啊都是他操心的多啊，又常常在很多事业当中呢给我一些及时的提醒，又把我父母啊伺候得很好，这个家很安定，我常常想到这件事啊，我气就起不来了。所以这个夫妻相处呢，常怀感恩，叫百年好合。好，这一节课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